Okay, so now let's move on to the next part of Unit 1, which is the last part of Unit 1.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一单元当中最后一个信息 ,personal information, 个人信息。我们在什么场合下，在什么场景之下会被问到以及需要去回应个人信息呢？比如说你要去图书馆，那么去图书馆呢，我们要去办图书卡，这时候人家会要你相应的个人信息。再比如说你出国，人家可能要去核对你是不是这个人呢，也会要你个人信息。再比如你可能去办健身卡，这人家说你有没有这个会员卡呀，没有会员卡的话，你可能要办一张临时证件，这些都需要你的 personal information。 So now let's learn how to askand answer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如何去询问以及如何去回答相应的个人信息。那先来看个人信息都有哪些，它有哪些代表。比如说看这个，这个是什么呢？它是一张护照。那么护照号码是我们应该记住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是不是你的护照呀？我们可以去看号码，当然除了看照片以外。那护照号码可以说成 passport number, passport number,护照号码，这出国的时候一定会用到它。你在国外学核定你的个人的信息，哪怕说你移民也会需要 passport number， 出国学习更加会用到它。那像出国做一些商务交流啊，或者是做一些学术交流啊，一定会的。当然可能这些护照的形式和类别不太一样，但你都会有 passport number。 那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这是一张在美国的 ID cardID card 是什么？就是你的身份证。当然呢，在国外的身份证其实跟驾照差不太多，它是通用一张。但是在我们国内呢， driver's license 和 ID card 是分开的，这是国情不同。但你要知道，证明自己身份的这些叫做 ID。 那么我的身份证号码 ID number, ID number, ID number。那在你这个 ID number, ID card 上面也好，包括你的 passport number 也好，或者在其他场合下，人家还会可能需要你的 cell phone number, cell phone number, that you can make a phone call to somebody. 你可以用这个号码去给别人打电话，所以这个被称为是手机号码 cell phone number。或者还会需要你的什么呢？可能会给你发一些信息啊，发一些邮件呐、啊，我们要有邮箱地址，邮箱。那么邮箱就可以说成 email address, email address。 这里面要注意 email 就是邮箱， address 就是地址，两者连在一起 email address, email address。 So these are all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这些都是你会生活当中用到以及会被使用到的一些个人信息。可是问题在于 how to ask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我怎么去询问别人的 ID 号是多少呢？你的这个手机号是多少呀？你的这个护照号是多少呀？包括你在出国时，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能不能识别这个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部分。Let's listen and fill in the blank. You will hear a conversation, and please fill in the blanks while you listen to it. 好，那我们在一会儿呢，马上会放一个听力。那听力材料当中，大家目前观察应该可以看到Two people in a conversation, 有两个人。那我们需要根据听力的内容，一边听一边把空填上。你觉得空里填的应该是什么呢？可以大概先大概的走一眼这上面，了解一下信息。我们来听。Hi, are you a member? No, I'm just here for the day. Okay, so what's your name, please? Victor Lopez. And what's your phone number?It's 646-555-3048. And your email address? It's vlopez6@cup.org. Okay, so it's $10 for today. Here's your pass. Thanks.好，听完了好像没有那么的难是吧？没有跟上同学不要着急，我们一点一点来看。他就说 Hi, are you a member? 你在整个这个对话听下来之后，尤其是第一句话，你会知道这个场景在哪里啊，感觉像是在一个公共场合。而他这里没有说到了一些个人信息，那我可以给你一点点提示，他是在一个健身房。那进健身房的唯一的凭证就是你有会员卡。人家问你是会员吗？ Are you a member?No, I'm just here for the day.
没有啊，我今天就来一次。OK, so 你想想，按照常识来看，既然就来一次，你进去也得有个凭证啊，就这凭证临时的，我是不是也得录入一下 personal information, 个人信息，对不对？所以他怎么说的呢？ OK, so what's your name, please? 他去询问了你的名字是什么？ Victor Lopez. And good. What's your phone number? 那你手机号呢？ It's 646-555-3048, 说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到这儿稍微看一眼，哎，国外的手机号码跟咱们国内的手机号码是不是不太一样啊？国内手机号码可能就是哎三位、三位、四位这样走，那它是三位、三位也是四位，可是你发现打头的数字好像都是比较大，我们一般打头的都是幺，对吧？那他们打头的就有点多了，有九打头的，有六打头的，有四打头的，国情不同。接着他又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问了一堆，然后说 is VLOPEZ6 at CUP.org? 诶，这是什么东西？看到圈 A 了，应该是一个邮箱地址，所以没有错，这个空应该填的是 and your email address? 但有没有发现它不太一样啊？ Your email address 它是个问题吗？听起来是个问题，但是看起来并不是。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口语当中经常使用的，就好像你说汉语一样，因为场合可能没有那么的正式，说话形式也会相对变得自如和自由一些。可能我不需要把它变成问句的形式，用一个一般疑问的语气说一个陈述句也可以表达问题。你的邮箱地址直接语气一上升，哎，你的邮箱地址呢？其实跟问问题你的邮箱地址是什么是一样的。 And your email address? It's VLOPEZ6@CUP.org. Okay, so it's $10 for today. 还挺贵的是吧？来一次就$10。那你要是办会员是不是简单呢？或者是不是便宜呀？对，这就是商家的技巧。 Here's your pass. 最后一句话可以记住哈。 Pass. What is pass?Pass could be like a card that you take with when you get into some building to show that actually you got permitted, that you get allowed into this building. 当你这个进到一个大厦里或者是进到一个大楼里，你没有各种这些符合身份的这个证件，那可能人家会给你临时一个牌儿或者是一个什么标志，这个东西就是你能够进入这个大楼的唯一凭证，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能刷开门的那个门禁卡，也可以是身上的标志，这要看场景了。所以说这是你的那个证明，叫 Here's your pass, 要说谢谢 Thank you。那我们在哪里还会需要这种 pass 呢？比如说去澡堂子啊，去澡堂子洗澡，你这进去了之后，这个是不是得把衣服放在一个柜里啊？这柜是不是有钥匙？那钥匙上面有号是你的，哎，这个就是你的 pass。再比如说你去哪儿面试，像一般这个 office building 都很高很多层，那这一个楼的话基本上是有很多家公司，那除了像我们新东方我们有自有财产啊，整个这楼都是我们的，那像那么多公司如果挤在一个楼里面的话，那楼下肯定有门禁，我们防止这些外来人员随意出入，保证不了大家的这个财产安全，所以呢你要想进入就要去预约，之后在一楼他们的前台就可以查到你的预约信息，查到之后确认你的个人信息之后，人家会给你一个小牌牌，而这个小牌牌就是所谓的 pass, 你用这个牌才可以刷开，就好像是过地铁一样的那个自动闸机，你就可以进楼里了，那个东西同样被称为 pass。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pass, 你不能去纠结它什么含义，你要知道它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样子，而随着场景的变化它的样子也会变，所以在这儿呢记住，大家学口语一定要自如，头脑要灵活，千万不要把自己限定到一个汉语含义当中，因为生活是多样的，词汇也是多样的。那你想想，哎，老师你填的这空啊，What's your email address? 我们填空的这三句话实际上就是用来询问别人的个人信息，所以别人才会回应你个人信息，比如说 Victor Lopez 就是给他的名字，而下面这个646等等等等，这是在说手机号码，而下面再说 VLOPEZ6 等等等等，这些是在说什么？在说邮箱。所以整理来看，我们要想去询问一个人的 personal information, 问问题，可问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问呢？这不是一个用是或不是可以回答的问题，我们需要用信息去回答，所以我们使用的是 what's 来提问。可是谁的信息呢？哎，加上 your 你的，
你的什么信息呢？把相应的信息往里塞就好了。哎，你的护照号是多少来着？ What's your passport number? 好，那我想知道你的身份证号码。 What's your ID number? 哎，那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What's your cell phone number?再比如说你的邮箱地址是多少？ What's your email address? 像一般老师可能会说，来，这是特殊疑问词 what? 后面加上这个一般疑问句的形式。其实从小我们都是这样学的，可是从现在你记住，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句子里面的构成是什么样的，你只要会说就好。那我们去替换什么呢？大家可以把你想了解的个人信息替换这里黄色的部分，再把你想了解的这个人去替换这里的白色部分。那这个什么人呢？比如说你爸爸的护照号码是多少？男他的护照号码是多少？我的护照号码是多少？我们可以去换相应的词来去替换白色部分，就变成你的、我的、他的、谁谁谁的。比如说我的应该怎么说呢？My, 那么我的身份证号码应该怎么说呢？挨个从绿色到白色到黄色应该变成 What's my ID number? Good. 那女她怎么说呢？女她的叫做 her. 她的手机号码应该是多少？这话应该怎么说呢？ What's her cell phone number? Good. 再比如说这男她的护照号码是多少？男她的叫做 his. 所以就读成了What's his passport number? 没有那么难，是不是？大家需要做一些练习来熟悉这些东西。但是在熟悉之前，请一定注意这个发音有个小技巧。刚刚老师讲了 what's 叫什么什么东西是什么的意思。那这个 what's 它有个 ps， 它实际上是 is 的缩写。而这 is 的缩写 PS 和前面的字母 T， 它两者在一起就一见如故，就可以读成一个整体，它们两个变音了，变成长相非常相似的音标，读成 ts。 所以再也不要读成 what is， 或者是沃特斯，不要这样，读成 what's what's what's。 那么再来复习一下刚才的句型，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What's your cell phone number？那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号码是多少？ What's your ID number? OK， 好，那我们来做个小练习，根据你看到的这些回应的信息来判断上面问的句子应该是什么。我们先看这人说 My first name's Haley， H-A-L-E-Y， Haley。 好，那这里他给的信息是关于什么的？找关键词First name, good. 所以问问题肯定得是你的什么东西是什么，应该怎么问呢？ What's your first name? Good. 这就是找点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第二题，人家回答的是什么呢？ My last name? 问号，我的 last name? Osman, O-S-M-A-N. 你看到非常明显的关键词了吧？所以呢，他问的是什么？ Last name. 那你的 last name 是什么？太简单，有没有？应该怎么说？所以这个问题应该问成 What's your last name? 什么意思啊？叫你的姓是什么？好，接下来再看，哟，一大堆数字，你觉得这一大堆数字又是三位、三位加四位的是什么？ Cell phone number, good. So you ask What's your phone number? 哎，老师，刚才咱不说 cell phone number 吗？这里怎么写了个 phone number? Cell 哪儿去了？没关系， phone number 和 cell phone number 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手机既可以说成 cell phone， 也可以说成 phone。 到这儿来好多同学就说，哎呀老师，那这手机这么多种说法，我记哪一个？你愿意记哪一个就记哪一个，但我个人建议是我可以不用去特意背它，但你要有了解说它有这么多说法，因为别人会说什么就不一定了，你不能说这么多说法只了解一个，人家说别的我就不知道了，这就不合适了，是不是？好，接下来 is j.song6@cup.org。 发现，哎，老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email。 好，那所以你在问，哎呀，你的邮箱地址是多少？应该怎么问来着？ Good. What's your email address? What's your email address? 好，接着往下看 my teacher's name。 好，老师不用再往下看了， teacher's name 老师的名字，所以你的老师名字是什么？应该怎么问？What's your teacher's name? What's your teacher's name? Teacher, 老师。再往下来， My student ID number, 问号。哎呀， wait, it's 36888.
972. 所以你看这里面的关键词是什么 ？Student ID。到这儿呢，大家先知道 ID 呢就是你的身份证的 ID， 就是身份。而 student ID 就是学生身份，可以理解为是我们的学生证。所以你的学生证号，你在学校注册肯定会有个号码嘛，所以要问成什么呢 ？What's your student ID number？ 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对话你真的需要去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的全都认识才能表达明白吗？好像不需要吧？老师并没有讲这个邮箱应该怎么去表达，以及说这什么叫 student ID， 也没有跟你说这个叫罗素。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不影响你交流？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课的原因。我们不光是要颠覆这种教学方式，我更要颠覆大家的学习观念。你学习不是说每一个字都会说了才会去说话。小的时候我们牙牙学语的时候，说得非常不清楚，也不知道是什么，只是一种条件反射，只是一种技巧表达。所以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也要找到这种感觉，把英语变成你身体以及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只是一种反应，一种情绪的表达，而不要去细抠这个是定语从句啊，这个是名词，这个是动词。你就是掌握明白之后发现你也放不到一起去，也不会说话。那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我要用啊，你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用它，你当然不会把它放在用的场合下去实践和练习。而我们今天讲的你的东西是什么，我刚才是不是有说场景啊？比如说在办卡的时候，比如说在出国的时候，人家会问你，问你什么叫 What's your 什么什么什么，而你在听的时候听啥，就听 What's your 后面的那个关键信息呗，然后你就直接把信息给他就好了。那么既然说到给他，我怎么给，我用什么给，哎，那我们就接下来可以再听一个 conversation，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再做一个听力小练习，你就看看人家是怎么回应个人信息的。我们来看屏幕上一二三三道问题，请一边听一边把空填上。 First one， My passport number is， 所以一会儿听的这个片段当中他会有说，请一边听一边写上你的护照号码是多少。 Number two， My ID number is， 他的身份证号码呢。Number three, my cell phone number is, 他的手机号码， my email address is, 以及他的邮箱地址是多少。我们来听一听。One, my passport number is 649-321-508. Two, my ID number is 259-621-883. Three. My cell phone number is 216-555-7708. My email address is dsmith6@cup.org。 好，听完之后分别号码是多少呢？我们来 let's check the answers。 First one， my passport number is， 不要紧张哦，不一样也没有关系，我们只是尝试而已。 is 649-321-508。 good。 Number two， my ID number is 259-621-883. And number three, my cell phone number is 216-555-7708. And my email address is dsmith6@cup.org. 好，这些都是我们说正常去回应人家信息的样子。之前讲的是怎么问，现在来说那怎么回呢？其实很简单呐，只要你能够把相应的数字表达清楚，以及这个邮箱地址的表达形式搞清楚就可以了。我们来看看应该如何去表达。首先数字，首先来看看数字，数字的表达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简单。首先来看这11个数字，从零到十，我们在表达的时候一定要看场合，为什么要这样说？比如说第一个数字，我们来看零，零我们可以说成正式的说法叫 zero， 但你也要额外记住，有时它不读 zero， 它可以读成 o。 为啥呢？当这个数字零可以和其他数字同时出现，而你这一个 zero 读起来就会略显麻烦，
所以我们会用 oh 这个音来去替代它。比如说在手机号码当中，零我是可以读成 oh 的，但你不乐意，你当然也可以读成原来的样子 zero。但是当零独自存在时，比如说你考多少分，我考零分啊，有点奇怪啊。但这个时候零呢就可以说成 zero， 就不能说 oh 那双那多怪呀、啊。人家爸妈说，哎，你考多少分？你说 oh， 就这个信息就传达的非常失效哈。所以我们再来一次，零 zero。Zero, 一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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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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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这里面看到老师画了横线的部分，就是你发音要小心的地方。三应该读成 three， 看老师口型，舌尖抵住，看老师口型，舌尖被上下齿咬住 ，three, three。好多同学觉得，哎呀，老师，我觉得不好看，我就不读了。这和好看不好看没有关系的。Three 一定要咬舌，你不咬舌，读成 three 那才难听呢，好吧？再来一次 ，three， three， 四。这里面画白色的部分是因为它是卷舌音，在美语当中一定要把你的舌头卷起来 ，curl your tongue， 所以最后读成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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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这个 V 被我画横线的原因是因为你要上齿咬下唇，实际上这里上齿咬下唇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字母 F， 一个是字母 V， 两者合在一起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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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six six 七 seven， 看到字母 V 了吧，画横线了吧，上齿咬下唇 seven seven 八 eight eight eight， 九 ，nine， nine， nine， 十 ，ten， 好多人把十读成 ten， 有点太重了哈。ten， 发这个音的时候感觉是笑着的，把嘴往上咧就可以了。ten， ten， zero，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那我们再倒叙来一遍 ，ten nine eight seven six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zero， 这种叫做倒数 countdown。那我们要想练数字呢，其实不是练数字本身，是练对数字的反应。我们要先能够正叙以及倒叙的流利，然后我们再去练，看着数字就能够直接反应出来。因为好多同学，尤其是在出国时，人家问你 What's your cell phone number？ 一下傻那儿了。不是你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号码是什么，而是你反应不过来。有些人说啊，一次 one， 幺三八，开始翻白眼了。然后one three， 幺三多少来着？幺三八 ，one three eight。我的天！当你这样说完了之后，那一个小时都过去了，人家会觉得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语言流利度实际上才是真正给人的一种语感的最直接的体现，我们起码要流利。那这个就需要大家跟老师一起做机械训练了。怎么做机械训练好玩呢？比如说小时候老师教我一个特别好玩的一首歌，叫做印第安男孩，我们就数总共有多少个印第安男孩。One little, two little， 一个小男孩呀，两个小男孩，一直数到十。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Indian, four little, five little, six little Indian, seven little, eight little, nine little Indian, ten little Indian boys。十个男孩是复数，所以后面加个 s。但是没说完，十个再倒数回去。Ten little, nine little, eight little Indian, seven little, six little, five little Indian, four little, three little, two little Indian, one little Indian boy。一个男孩是不是不用加 s 了？对，所以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你也可以自己跟老师一起来快速的把这首歌唱下来啊，调子非常朗朗上口啊。主要的句子就是 One little Indian， Indian 就是印第安， One little Indian boy， Two little Indian boy， 就这些词啊。来，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Indian, four little, five little, six little Indian, seven little, eight little, nine little Indian, ten little Indian boys。Ten little, nine little, eight little Indian, seven little, six little, five little Indian, four little, three little, two little Indian, one little Indian boy。看谁嘴瓢啊！我们再来最后一次，一定要练，不要觉得说，哎，老师，我总感觉我有点低音。没有，这些是最朗朗上口的。
能练会就好啊，能练会就是好方法，我们管它什么呢？再来一次。One, two, three, go. One little, two little, three little Indian, four little, five little, six little Indian, seven little, eight little, nine little Indian, ten little Indian boys. Ten little, nine little, eight little Indian, seven little, six little, five little Indian, four little, three little, two little Indian, one little Indian boy. 你会了吗？但是这些还不够呢，来跟着老师一起接着往下看。除了说数字是我们在回应个人信息时一定会用到的以外，我们还会用到什么呢？哎呀，放一起，你不能单个用啊，对不对？人家问你说你手机号码是啥，你就咔一个数字，那不可能。我们是一堆数字在一起，但是一堆数字在一起时就有要求了。首先我们先看国外的固定电话，假设你看到的这个是国外固定电话的样子的话，你会发现数字放一起时它中间加了连字符，按照小组群的形式把它分成了几组。那分成几组啊，一般是分成三组，而组和组之间用小横杠，也就是这个连字符给它区分开。那我们在读的时候，这区分就是要你做时间停顿，我们要去吸口气，一定要让对方听到，这是有个停顿在里面。因为什么？你说就是为了让对方去记，那你这夸一长串啊，说这么快，谁能记得住呢？所以我们就以小单位，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给你，一组一组的给你。那既然是分组了，我们怎么能让别人听得出来？除了说是以时间停顿让你听出分组以外，还有什么方式呢？用语调的形式。我们正常要求在读数字的时候，有语调要求为先升后降。所谓先升后降的意思，除了最后一个数字的语调向下降以外，其他所有数字语调全都向上升，并且遇到连字符会吸一口气，所以这个数字应该读成 six, four, nine, 吸气 three, two, one, 吸气 five, 哎，老师这零应该读什么？零是不是跟其他数字在一起了？在一起简单可以读成oh, 老师我说 zero 行不行？当然可以，我们先读简单的 five, oh, 最后怎么办？降 eight, 所以一口气这个号码应该说成 six, four, nine, three, two, one, five, oh, eight, 或者把零换成 zero, 读成 six, four, nine, three, two, one, five, zero, eight,你说，哎，老师，我能读明白我啊，原来人家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告诉我这个数字应该是什么，也是为了方便我记忆。可是为啥最后会向下降呢？这就结合在英语当中语调的作用了。语调的作用除了说让你去体会它是一个问句还是一个陈述句也好，它还想告诉你这话是说完还是没说完。你感觉这话是说完还没说完呢？老师做个示范，哎，你明天要做点什么呀？嗯，我明天要洗衣做饭。完事儿了，你听我整个语调都是往上走的，这时候你感觉我说完了吗？你是不是感觉好像还有话没说出来？你是不是在等着啊？还有啥？但如果这样说，明天你做什么呀？明天我要洗衣服做饭，你感觉我说完没？说完了。所以其实这个语调上升和下降如果合在一起，像以这种形式出现的话，其实在提示你这话是说完还没说完。毕竟手机号码数字还挺多的，我一个劲儿的上升，对，就是在提示对方后边还有，后边还有，后边还有，结果最后一个 8, 哦，终于下来了，什么意思？说完了，那就不用再紧张了。这就是一种语言情商，语言情商可以通过语调，通过词汇，通过你的动作表情都可以体现哦，这才叫真正的文化和语言，不是学个名词动词就可以的。好，我们再来一次哦。What's your cell phone number? 649-321-508. Good. 那除了说放在一起的数字，有时候这数字还会出现在 email address, 还会出现在这个邮箱当中。那邮箱的说法我们看，我们以圈 A 为单位向前和向后分别分成两组。在圈 A 之前，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用户名。那这个用户名呢，我们是记得。你不管是里面有没有你认识的部分，还是说这里面有没有你认识的单词，你的目标不是秀英文，你的目标是让对方能够以最快速度最清晰的方式去记一下你的邮箱。所以对方什么方式懂你就用什么方式去读。比如说看这个用户名当中出现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名字，叫 Smith, 叫做史密斯。而 Smith 的后面加了个数字六，前面加了一个字母 D, 那我们就直接读的时候就分成三部分呗，就读成 D Smith 6。前提是这个 Smith 你说完对方一定能知道，
如果对方是一个外国人，他不知道什么叫 Smith， 你说完之后是没有任何效果，那还不如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去拼。所以前面用户名的读法有两种，第一种我可以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去拼，管你会不会，我都挨个字母拼，读成 D-S-M-I-T-H-6。有没有发现这个在读的时候语调跟它一样啊，也是先升后降，对吧？对的。所以不光是数字在一起，字母在一起时也是需要遵循这种语调方式。那你说老师我不分着读呢，那也可以读成 D Smith Six， 一样的道理，语调也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这个圈 A 应该读成什么呢？圈 A 应该读成 at， 就是在哪里的那个介词 at。那么圈 A 之后我们就要记住了，圈 A 之后这个 CUP 能分开读就分开读，你说为什么？习惯而已。你别看老师这不是 cup 吗啊，其实这个你就说 CUP 就好了， at CUP。 老师点儿，点儿咋说？这点儿特别多，在英语当中有的点儿是小数点的点儿，还有像这个标点符号的点儿，还有句号的点儿，这个记住是在邮箱当中的这个点儿，我们只能说成一个 dot dot。而后面的 ORG 相当于是域名，那域名尽量以整体的形式出现。除此之外，除了 ORG 读成 org 这个整体以外，我们还可以加一个域名叫做 com 什么 com。 小时候看这个宋丹丹和赵本山的这个小品，总记得白云和黑土他们两个人还有什么博客叫白云飘飘倒炕母哈，你看人家就挺懂的哈，倒就是那个 dot， 他当然说的有点口音，炕母就是 com 的 com， 它是域名，我们要以整体形式读，所以最终这个东西应该读成 dsmith6@cup.org。 好，这就是你所有的个人信息的表达方式。那我们来做一下简单的小练习，看你是否能够反映这些数字读法以及各种邮箱读法。记住，这种东西一定是你练的次数越多，你才会越熟悉。看和光听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张嘴跟着老师来反应。来，怎么读这些数字？快速反应啊！同学看着数字一读不出来啊，像这种的话，只能是多次练习哈，没关系，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这个视频你可以反复看哦。而且平时在哪里看呀？你把自己的手机通讯录拿出来挨个读呗。还有平时过去一辆车啊，当然在安全的前提下，你站在这个人行道上的前提下没有事儿啊，撩一眼看哦，这个车过去的车牌号是多少多少多少，不是为了记它，是为了练习英文。像咱们现在满大街哈，就是哪哪都有广告，对不对？这广告啊什么上面都有数字，联系方式啊，你是微信二维码啊什么的，不上面全都有数字吗？读嘛。小时候老师呢用的是那种黄皮书，就特别特别厚的，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广告的那种书啊，就有点老。然后呢每天我妈妈就让我啊读一页读一页，不读完就不吃饭啊，但是这个有点凶猛啊，当然不可能不让我吃饭，但是我也没有不读完过，就最后读得越来越上瘾，然后就反应特别快。那我们来看看你能不能反应很快呢？跟着老师练习，别忘了语调，这如果是手机号码要分组，还要语调先升后降，预备走 151-1109-2809。如果你没有老师读得快，起码要同速，连同速都做不到，那就再读一遍，直到同速为止。 187-0037-5392 Good, next one 182-3295-2271-1293-0564-893-1582-8893-6666。哎，你说的老师有一样数字在一起，比如说俩在一起，我们以前都说 double， 对不对？但是你在这个说口语当中，我们尽量是以不出现 double、triple 这样两个、三个甚至四个的这样的词出现，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去读，不是为了让你自己方便，是为了让别人记的时候方便。你正在说数字，突然间蹦一单词，他的思路会被打断，反而会影响他记的速度。所以你看，有情商，对不对？要为别人着想，这样英文才会真正有意义。继续 134-0204-6789-138-1618-3820-176-2810-3594-1804-8920-6619-1380-4894-0009
你都不用别的，这些都是老师随便瞎写的。如果万一巧合跟你手机号码一样，纯属巧合哈。那这些手机号码你自己每天自己就写一遍嘛。那你最好的练习方式是什么呢？第一，自己写一遍这些数字，写完之后开始读，读完了之后录音，录完音了之后不看这些东西，听自己录音再默写一遍，看看你写的和你刚开始这些听写的和你刚开始自己瞎编的这些数字是不是一样。直到一样为止，这是两种接收方式。由于现在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去这个就是面对面，所以这个过程就省略了，但是这个练习一定要在课下自行完成哦。好，我们接着往下练习，有的是，我们来看什么，来了邮箱了，应该怎么读啊？你看，如果你要是词汇量大，知道有个男生的名字叫陆克 L-O-K-E， 哎，那第一种我们除了分着读，它还可以把名字放在里面整体去读。我把两种方式读给大家，第一个邮箱应该怎么读呢？别忘了语调哦， S-L-U-K-E-3 at 163.com， 或者读成 S-Luke3 at 163.com。 有时候我在课上都会跟我的学生们说，哎，有时候同学啊一着急就可能就出来了， S-L-U-K-E-3 at 163.com 就出来了哈。所以一定你记住你是在说英文的，不要把汉语习惯拿出来，可能一不小心自己说什么都不知道，一定要时时警课，时时警惕自己的语言哦。好，接着往下，下一个呢应该怎么说？哎呀，老师，这里面我认识有一个三木，我是不是对？所以应该读成，分着读，应该读成 HRSAM9 at 126.com， 或者读成 HRSAM9 at 126.com。有没有发现这些邮箱其实都是把名字放在里面？对啊，你起邮箱的时候有可能会含有自己的名字哦，而后面数字可能这公司叫 Sam 的人很多，你是第九个叫 Sam 的人。好，我们接下来这个是 QQ 邮箱，这个太常见了，前面数字老师咋读？跟刚才一样，老师没有连字符，那就一口气预备走， 5593-0203 at qq.com， 千万忍住别说 qq.com 哈。And number 412740 at sina.com， 再来一次，12740 at sina.com。 好，接着再往下，腰肉山的又来一个了，老师你看这前面有单词，哎，我认识 one day 是吧。好，我们先来常见的分读， oneday7 at 163.com， 或者说成One day seven at 163.com， 这个到底怎么读？完全看个人需求，完全看对方到底能懂哪一个，不是为了秀英文哦，是为了更好的交流和沟通。好，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再来练习一下，做一个综合的训练。Listen to these conversations, and all you have to do is try to fill in the blanks. 我们再来听一下听力，来把这些空都填上。你看这是什么？第一个是 college library card， 大学图书馆。哦，你想想，大学图书馆的卡，你要办卡了，人家是不是得问你的 personal information？ 问完你是不是得给你的personal information， 所以这就相当于是根据两人之间的对话，把他这个卡的信息填全。都有哪些信息呢？ name， 那你看前面已经给了一个 Elizabeth R， 就分别是 first name middle initial， 就是中间名的大写字母缩写，后面是什么想也知道是 last name， 那你就听一会儿 last name。 那你想想，你先预测一下人家问你的 last name 是什么，应该怎么说？ what's your last name？ good。那么相应的下面是 phone， 你看 phone 后半部分是不是数字没有说全啊，你要听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怎么说？ What's your phone number？ 好，你的邮箱地址是多少，怎么说？ What's your email address？ 然后把空填上，再下一个 ID， 哦， ID 是什么？ ID number 嘛，对吧？你的 ID number 是多少？ What's your ID number？ 听到这些问题就要紧张，然后根据你的数字反应，如果你刚才机械练习做的够多的话，课下练的够好的话，你看这一段视频时你应该能够把这空填的非常的全。好，我们先来听第一段，把空填全哦。 One. Hello, are you a student at this college? Yes, I am. I mean,I'm new here. My name's Elizabeth Weger. Nice to meet you. I'm Mr. Roberts. So, how do you spell your last name? It's U Y
G-U-R. Sorry, Y-U-G-A-R? No, U-Y-G-U-R. Thanks. And your middle initial? My middle initial is R. And what's your phone number? My cell phone number is 347-555-0806. And your home phone number? It's 718-555-6027. 6227? No, 6027. Okay. And your email address? It's eruygur7@cup.org. Let me check that. eruygur7@cup.org. Yes, that's right. And what's your student ID number? It's 192-984587. Okay. 192-984587. Right. Great. Here's your new library card. Thank you, Mr. Roberts. 好，听完了，我们来对一下答案。So the name is Elizabeth R. Yeah, 这是不是有点难读啊 ？Uygur， 这不是特别常见的一个姓。那他也知道，你像你说老师我不认识这姓，你说我咋写啊？外国人他们也不懂，因为国外移民很多，这姓从哪来的？可能哎呀，真是综合了好多个国家的那个名字，都不见得是完全来自于英语，可能来自于法语啊、德语啊，什么都有，所以他们觉得很正常啊。那我们之前讲过了，说这东西应该怎么拼，就问他一句呗 ，How do you spell？ 人家说了 ，Uygur。好，下一个 phone number， 后半部分应该是6027。你写对了吗？还有下一个 email address， 前半部分是 eruygur7。老师，这里面没有认识的部分怎么办？那就挨个读嘛。你说老师，我字母都反应不过来，反应不过来这个简单，不是不会，就是先练呗。再下一个 ID number 中间应该是9845。OK， 错了没关系，错了要知道自己为啥错，然后去补，不要说错了啊，错了就完事了，那你下回还是会错的嘛。我们再来看下一段，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一段类似的听力，但是你要先看他这是在什么场合，还是在图书馆吗？没有，这回人家是在 fitness gym， 是在健身房办什么卡？健身卡咯。好，健身卡填的这回人家不是 last name 了，是 first name 以及 middle name 或者是 middle initial， 在 phone name 的后phone number 的后半部分，下面有个 cell phone， 老师哎 phone 和 cell phone。Phone 我们一般可以指 home phone， 就是住宅，而这住宅的电话，而这个 cell phone 呢就是手机号码，再一个就是 email address。 So let's listen to this and then fill in the blanks again. 2. Hello, I'm here to use the gym. Great, so are you a member? No. Okay, just one moment please. So what's your last name?Davis. D-A-V-I-S. And your first name? It's Brian. B-R-I-A-N? No, sorry. B-R-Y-A-N. And your middle initial? It's Z. Okay. And what's your phone number?Well, my home phone is 508-555-9374. And your cell phone? It's 917-555-6230. Thanks. And what's your email address? It's b.z.davis@cup.org. So that's b.z
davis@cup.org. That's right. Okay, so here's your membership card. Enjoy the gym. Thank you. 好，听完了，我们来对答案。第一个 name 是什么？ Bryan， 中间给了个全名还是给了个大写字母缩写？给了大写字母。给大写字母之后，一定后边有个点点来表示这是个缩写哈。这边这个点是告诉你就是打头字母缩写的意思。你要只写个 Z， 人家以为你就叫 Z 呢哈。好 ，phone 的后半部分是什么呢？ 9374。再下 cell phone 前半部分 9137。而 email 的前半部分应该是 the.z.davis。到这儿呢就是来去 check 你刚才的反应是不是到位，不到位没关系，还是那句话要练。那么到这儿我们已经把这个 personal information 啊，以及之前的这个 introduction 啊，还有在前面打招呼啊 greetings 全都讲完了。那老师我讲这些东西干嘛？我这单元学完了之后 what can I do？ 我能干嘛？你可以干如下的事情。 First, you can introduce yourself. 我们可以自我介绍啊。自我介绍的时候复习复习应该说什么？首先你要先打招呼。Hi! 那打招呼方式我们学了很多，比如说 Hello,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doing? 或者是 How do you do? 看场合，大家可以回看视频。当你确认场合找到合适的打招呼方式之后，我们说了 Hi 之后怎么办？你要开始介绍自己的 name。Name 之前老师说过有 first name, last name, 有时中间还会加上 middle name。那介绍自己名字叫 my name is, 或者说成 I'm, 完全看场合是正式还是非正式，轻松一点还是严肃一点，选择相应的句子。I'm Elizabeth Park。那你要想正式一点就说 My name is Elizabeth Park。 说完之后你要主动的伸手，我们要相互握手，握手时要女士先伸手伸右手然后握住，你要是不握表示非常不礼貌，握住之后上下摇摆大概三次，两人眼光交流并且微笑，微笑同时说上一句很高兴认识你，当然这是在第一次见面时会说 Nice to meet you， 别忘了这里没有连读等等。那你在回应时应该怎么回啊？ Nice to meet you too。 那可能介绍完毕了之后呢，人家会非常恭敬，根据你的性别来判断是 Mr. 还是 Miss 还是 Mrs. 还是 Ms. 挑一个这个称呼，然后加上你的 last name， 说那 this way 来这边吧。如果你是女生，这一听就是女生名 Elizabeth Park， 说那么帕克女士请这边走， this way Miss Park。然后你一听叫我 Park 女士，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就远了。那我可以作为主人，我可以主动提出说不用这么客气，叫我 Elizabeth 就行。这也是一种在职场上或在交流当中为了抓住两人之间的关系能够贴近关系的一种方式，所以可能你会加上这么一句 Please call me Liz， 前提是你希望他这么叫。如果你不希望别人这么叫，那就叫我 Mrs. 或者叫我 Miss Park 就可以了。所以我记得在一个电影当中，当时两个女生在一起，这个女生看上了另外一个女生的老公，就各种献媚。而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女生她就看出来这个觉得不合适，而对面那个挑拨的那个女生呢又完全没有把这个女生放在眼里，于是在那个男生走开时，这女生就说啊，刚才你做哪不对，那个女生根本没把她当回事，就开始直接称呼她，假设是这名字的话称呼她为 Liz。 这时候女生什么都没有听，是 You may call me， Please call me Mrs. Park，请叫我帕克夫人。其实这种身份地位就上来了，所以记住有时候你加上称呼就是对别人的尊称，以及自己希望别人尊敬我。而如果你希望人家叫你的 first name， 你看这个 Liz 之前讲过是 Elizabeth 的名字的缩写，它还是个 nickname， 就可以体现如果你可以叫我 nickname， 说我们关系很 close， 我们关系很紧密。你别看就这么短的句子文化点非常多，你用错了可能传递的信息就会有偏差，对方就会觉得你很奇怪，你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奇怪在哪儿。所以还是那句话，语言学的是背后的文化。
那除了这一单元学完之后可以做 introduce yourself 以外，我们还可以干嘛呢？我们可以 ask and get information， 我们可以相应的去获取别人的信息以及提供信息。已经说过了，像图书馆啊、健身房啊、出国呀、这些过海关，人家都会去询问以及需要去获得你的这些个人信息。那我们要学会的句型就是 What's your， 后面加信息就好啦，你的手机号是多少，然后你就说呗。那你回应的时候除了说这个信息以外，前面还可以完整的加上一个 it's 来去做一个完整的句型。举例，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What's your 放在点点点后面 cell phone number。 哦，我的手机号码是151-1429-7011，那就可以说成 it's 151-1429-7011。 哟老师，我这手机号码现在我自己号码都说不溜呢，多练呢。这就不是不会的问题了，也不是老师的问题，也不是你的问题，是你的作业题的问题，回家多练。可以替换的句型放在下面， What's your passport number? What's your cell phone number? What's your ID number? What's your email address? 回应时都可以用 it 来进行回答。好，那我们这一个单元就彻底学完了，但是这只是基本课的内容。我们除了基本课以外，请大家一定花出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整节课的内容进行自行回顾。自行回顾不是简单的看视频，要把这里面老师所讲的语言点去进行熟悉度的练习，一遍遍的去练习，这样你知道你的嘴皮子能够跟上自己的心智才行。有些时候大家嘴皮子跟不上自己的心智，这就不合适了，还是那句话，刻下三个字，练练练，这样才会有好的效果。那么接下来我们去观看第一单元的绘画课。